哎呀，上把的为人绝对是个小带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我一玩点这种不太厉害的英雄，就碰上这小带，真是有点烦呢，有点烦人呢。小带不算带，这把再来个小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很害怕吗？我说你很害怕吗？这个药可是吃了。你一个兵你也别吃啊！我操了，我让你在塔下待着。你一个兵你也别吃啊！今天一个兵你也别吃，这个线不带过去的。不还手，不还手，我找你打野去。哎呀，我就塔下待一手，狂妄一波。哎，我在塔下他都不打我，这人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，这人怎么这么猥琐呀？你是吃猥琐长大的吗，兄弟？四级打三级了，啊？不好杀，算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他离这小兵的八丈远。我 E 上去，他指定放 E。我 E 上去，我们就放 W 啊。忍者，要忍，才叫忍者。你要补炮车呀？你想啥呢？你不会想要补炮车吧？我没想到啊！哎呦我操了！我这跟防御塔对线呢，这是。啊！这弩弩啥时候来的呀？非得要交个闪现？那交就交吧。不行，这阿卡丽我得杀他。
哎呀，他生了呀！他生了不好杀了，算了吧。这把出挺进破坏者，这能杀你吃粑粑，我剩六就能杀，你不用吃粑粑，你吃啥我剩六也能杀。但刚才不是他也生了吗？那就算了吧。可血战斧比较偏向于打团战，我们这种装备吧比较偏向于打单线。这把你看那对面又努毒又阿卡丽又杰的，你说小规模团战会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来一个挺进破坏者。其实我感觉这猴啥都能出，除了这个不能出以外，其他的都能出，三项也能出，你要想出你就出呗。把传送交了吧呢。要杀我兄弟，我没想到啊，这我是没想到的。一套小连招快是挺快的，好了，这怎么没一棍给你敲死呢？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不行，我杀不了，算了，回家了。正好现在下雪了，要给我堆个雪人是不是？下边他没有大，我们可以再试试。不过这人真是，你们就想啊，你说这阿卡丽这英雄要是不想死，你说谁能杀得了？就这个人，我们都才杀了他一回。他要不溢上来他都死不了，你说这英雄要是不想死这到底是怎么死？根本就没有人能杀得了。我建议这阿卡丽这英雄学一学，真的机动性太高了，根本他就不可能死。干啥玩意儿又烟又溢的，有烟咱就别溢，对不对？就一个逃生技能，凭啥俩呀？俩就算了，还他妈有个 R， 三个，这就是个 bug。我发现，给我追来！可以。我下把玩阿卡丽，我玩阿卡丽行。那光不死有啥用啊？等混呢，那等着混。那我咱不得来点过路费吗？怎么的，白帮你杀一把劫呀？白杀呀？
哪有那好事呢？此地武艺九流。那你还说削？那也得削。那这游戏就不能出现混的这种东西存在呀？凭啥这游戏可以混呢？竞技游戏怎么还混起来了呗？干啥混呢？不允许有混子存在，就凭实力。对线啊，我这不倒了八辈子没了，回家出装备。不是，咱这不得讲究一个公平性，对不对？你说他玩个阿卡丽，他能混，那要是他拿到优势，你说别人能混不？别人混不了，因为他有位移，他的位移而且很快，很远。别人要想混，那他就不能让别人混。那凭啥这英雄他自己能混，别人混不了？这就不公平。所以他就得削一手。这个都给你拆没了，你要干啥呀？你要杀我呀？哎呦我的妈，你能不能就是稍微下点人。我就打个红去，拜拜。我是真没想到你们俩要干什么，兄弟，我是真不知道你们俩想干嘛。你又回来了，怎么的？就你半管血，我这两管血，你还得我约个塔是吧？我不去，我就打红去，我不上你的当。你别走啊，死了。走呗。先抠一下。一走。别哪去了。能不能救一下，救救。这没办法，兄弟。不过我能给你报个仇，你别着急啊。
这多舒服啊，你这是不是？帮他守塔也行吧，我们打两个应该不成问题，等他回家我们把塔拆了啊。好，我这拆塔可老快了啊。一不小心防御塔没了，你要是再十秒钟没来人，我把你高地给你拆了。没事啊，他这个东西只能触发一次，第一下打我们疼，第二下就不疼了。来个水银骸吧，先把九头蛇出了，这样我们吞线能力就会大幅的提高，然后来一双皮骸就可以去单带去了。下路不去了，去上路吧，应该他们去上路的，我去下路。分卷没了，掉线了，那我们快点拆吧。三十秒钟我能把他们家基地都给拆没，只需要三十秒。先把峡谷打了，别往我这儿带啊，往我这儿带我可受不了。现在即使上面来人守我们，我估计也守不住，得来三个吧，两个守不住我们。我拆塔很快的，下面两个死了，三十秒。这边努努跟阿卡丽过来，我们直接放峡谷来。拆掉没？拆掉了是吧？这努努真能吃啊，你也打不过我，我这叫征服者兄弟。嗯，呀姐，吸血，一走吸血吸血吸，五个人那就没办法了。五个人，我们家下路给他拆了，中路还带波线，挺好。出个死亡之舞，现在九头蛇吸血没有以前多了。
以前的吸血会多一点。对面还有一二三四五五座防御塔，把这五座防御塔给它拆了就完事了。而且我们刚才是被这个复仇焰魂给杀的，是个辅助，没关系，挺好。把它拆了，队友拆下，我们拆中。哎，这个拆塔应该算快的吧？啊？这小炮怎么往我脸上跳啊？哎呦，这个火蓝没拆掉，再来个血手就可以了。血手出完黑切24减甲，黑切也行，黑切血手都可以。我其实刚才吧大意了，我再跑一段好了，我再跑一段，我身上的火消了，他抠我，他没办法晕我，我能把这火蓝杀了，阿卡丽可能也能死。不出血手也行，我们出影魔刀也可以，影魔刀也行，影魔刀配个黑切也可以。剩三个，那两个人刚好死，我们赶紧去把中路给推了啊！来跟我把中路推了，这中路没剩多少血了，剩半管血了应该。这把我们家少个人，得快点推。上路，这我救不了啊，这人有点太多了，死了得了吧，咱路一破，游戏结束。对，把大龙打了。为什么一场游戏之中可以出现三个蓝 buff？ 他有个蓝，他有个蓝，我有个蓝。人传人，人传人，人传人吗？好痛哦！打大龙啊！你俩打吧，你俩打。
这是谁给你的勇气要过来排眼儿的呢，兄弟？我记得你们家好像烈士局啊，怎么整的？还这火蓝10/11怎么没死过是吧？还是死的次数太多麻木了的。小雪球，哎呦我这女枪，那女枪打的急，用了3下。我的假猴把他 A 死了，漂亮假猴。这把女枪的 MVP 啊！哎呦我操，我们家4个人，我天哪！